好听，年轻会觉得是拥有，可是到了你年龄越长，拥有就变成是一种负担。所以美好，你只想要有记忆就好，就是我曾经有过有美好的记忆，这美好记忆可能靠你很认真的过每一天。所以，我觉得随着年龄增加，真的就是说，我觉得也不是件不好的事情。人家说啊，你不再青春，我说没有，青春是一直到死都会有青春，看你怎么经营你的青春。年轻有年轻青春，年轻人可是过跟老人一样，他没有青春。可是有的老人，比方说我妈妈八十几岁了，我觉得她还很青春。所以就看你怎么看待你的人生，你不见得要在历史里面留下什么位置，或者留下什么名字。可是你希望你合眼那一天，你觉得你人生是美好的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所谓的优先顺序，我觉得跟如果以年轻人来讲，勇敢大胆的去活吧，就是去走出你的舒适圈，走去挑战你的人生。你可以失败的时间就是青春，对啊，不怕失败就是青春。